尊敬的净宗学会的大德，诸位法师，诸位同参道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10年的除夕，我们中国的习俗啊，是团圆节，团圆节。我们有幸在新加坡，在这个道场共度佳节，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也格外的感激主办单位他们的辛劳，给我们这样良好的机会。我想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感恩的心。诸位老师，年纪都比我轻，我看到非常欢喜。这个中国古人常说，也非常重视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后不是说你有儿孙，儿孙很多，不是这个意思。儿孙当中有没有人能够继承你的家道你的家学，你的家业如果没有这样的人，这个家呢一定会败了所以培养下一代继承传统文化，继承大法，这个责任应当摆在第一位。我们每个人都深深感到，现代确实是世风日下，社会动乱，地球灾变频繁，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我们遇到了。原因很多，原因也很复杂，不能怪任何一个人。总的来说呢，是我们把传统疏忽了对古人呢那种恭敬心没有了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发达，大家崇尚于科学技术。这个事情科学家告诉我们，科学发达到一定的程度会带给这个世界灾难我们读过前人的报告，说我们地球在上一次科技发达比我们现在还要进步5万年前，5、6万年前能源是从太空当中取来的，没有染污像飞机汽车都没有声音也不会排废气那比我们现在好太多了可是人类把伦理道德这个宗教完全排斥了所以带来的世界末日整个世界沉到海底里面去了这就是亚特兰蒂斯的故事那么这个大陆沉到海底，地区就是现在地球上大西洋，从前是大西国沉到海底下去了这就科技发达到一定的程度，人狂妄了，因为人是万能，科学技术万能
把这个古圣先贤呢全部推翻了啊，认为他们愚昧，认为他们无知啊，这个是这个罪过就重了啊，不研究不晓得，深入研究啊，这才真正能够体会到啊。那么今天我们也到濒临这个边缘啊，这个地球是毁灭还是慢慢在兴旺起来啊，这桩事情大乘佛学的解答是最清楚最明了啊。佛告诉我们，宇宙的缘起啊，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这个无明就是大乘经上讲的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宇宙是这么诞生的，万物是这么诞生的，我们自己的生命啊也是这样诞生的啊，我们跟宇宙是在讲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啊，没有办法分割的啊，所以老子讲得好，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那个时候佛教还没传到中国来啊，这个跟大乘佛经上讲的没有两样。那么现代的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是什么，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精神是什么啊，科学里面讲的信息，信息是精神现象啊，大自然的现象到底是些什么，逐渐逐渐的都研究清楚了，正确的答案提出来了，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现在世界上人都认为啊是2500多年啊。那么在中国古老的记载里面，今年是释迦牟尼佛灭度3037年，这个年代相差差不多将近600年。那么这些事情不需要去考证，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用不着操这些心啊，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要紧的，如何能够回归到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是真的，真正回到一心不乱呢，这些事情你全都明白了啊？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心。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怎样能到一心？佛告诉我们，真正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啊，你就明心见性了啊，真正的一心就现前了啊。这个境界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成佛啊，真的究竟的佛果啊。那么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最迫切的是什么？是人才，是真正修行的人啊，真正开悟的人，真正正果的人啊。如果能够有个20-30个这样的人，我们整个世界整个社会都有救了啊。人从哪里来呢？谁是这样的人呢？实在说，每一个人都是佛。你看华严经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愿意，而且愿因就是你愿不愿意
做佛。你要愿意做佛，你就能救度这个世界，就能救度众生。你不愿意做佛，甘心去做凡夫，搞六道轮回，那就没法子了。做佛难不难呢？不难。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实在寒窗一举成名。学佛也如是啊。如果是圣年，你真正懂得道理，了解方法，圣年的时间足够了。世出世间的圣人都告诉我们，世间圣人教导我们，教之道贵以专呐。佛法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个意思。同样一个意思，学世出世间法，要想成就，没有别的，都是专，专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没有一个不成就的。我们之所以不成就，是把我们的光阴浪费掉了，我们没有掌握住光阴。古人对光阴非常重视。所谓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啊，我们的光阴浪费掉了。世出世间古圣先贤给我们做出了典范，我们疏忽了，没有真正留意到。从前人读书学一门，没有学得这么复杂了。同时学这样多，你乱了。你没有法子吸收。那么你所学得的是常识，是皮毛。跟你心性里面的智慧德相相差的距离很大很大。这是错误，这是损失。但是今天几乎整个社会都是朝着这个路子去走，广修多闻错了，不走向专一，专一佛给我们提出来戒定慧，它是通往菩提道的，也就是说它通往心性，通往真心，通往圆满的一佛真。戒就是方法，必须要遵守。你不遵守方法，你就错了。不要以为古人不如今人，错了。你要好好读书，然后你才真正知道今人不如古人。持戒就守方法，你才能得定。你譬如守方法，叫你一门深入，你只能学一样。你就老老实实学一样，一心一意的学这一样，中等人大概4年5年心就清净了，妄念就少了，这就得定了，所以因戒得定啊。得定之后，也就是你心地清净平等的，有个3-4年你就开悟了。纵然不能大彻大悟，大彻大悟成佛了，也肯定是大悟。所以悟后
才是真正起修。啊，无论任何学术，你看到了就明白，听到了也就明白，接触了就明白。啊，所谓是一精通啊，一切精通啊。一个法门成就啊，一切法门都成就了。何等的简单，何等的容易。啊，我们今天就没有把这个力量集中。啊，我们的思想散乱的。啊，就像这个灯光一样。啊，它散乱。啊，遍照十方。啊，我们现在这个心念也是如此。三万要把它集中起来，这个力量太大了啊！光集中起来就变成极光，就变成雷射啊！你看散乱的光，连一张纸都不能透过，都没法透过。如果把它变成极光，变成雷射，它能够穿透钢板，那个能力多大？那我们思想要能集中，那可不得了。你看佛在《仪教经》上说啊，智心一处啊，无事不办，有这么大的难题啊。那我们今天讲，现在地球这么多的灾变，能不能把它恢复正常？这是事啊。佛说了，智心一处啊，那这个事情可以办呢啊，是不是这么说法？是的，一点都没错。我们能智心一处啊，就能够改变地球灾变不正常的现象，让它都恢复正常。对自己来说，自己身上得再严重的病啊，也能让我们自己整个身心啊恢复正常，恢复健康啊，小对身体啊，所以相随心转啊，境也是随心转啊，我们居住的环境。由此可知，这个学习得法不得法，古人常讲会吗？你会不会？会了，你很容易就成就了，没有一个不成就。啊，不会就没办法了。啊，你用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两百年都不能成就。啊，这回归到结论就是。中国古人常说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啊，老人都是对的。老人所说的是正确的，走的路是光明的。啊，不是黑暗的。如果我们把老人丢弃掉了，自己要创一条新路，眼前看到好像不错，挺辉煌的。往下再走下去，那就是末日，啊，就是世界末日，就是人类的末日，啊，对，你就真正的体会到了。所以今天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团聚的大会，我仅以这一点点呢，心得贡献给诸位，啊，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释法也好，佛法也好。一定要专一啊，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你能把其他的通通放下，一心一意，用十年功夫，没有一样不成就。基本的功夫就是基本的条件啊，一定要把儒释道三个根扎稳啊，因为没有根你不会有成就啊，这三个根一年时间足够了。如果研究经教啊，研究中国传统的学术，那还要把药师拉到啊，中国传统典籍啊，乾隆时代编的四库全书啊，四库回药啊，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文言文写的。文言文是老祖宗
无比智慧的创作发明，全世界没有第二家有这个东西啊！他能够将几千年前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方法、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成果，用这种工具世世代代传递下去，而不会变质。你说这个发明多了不起啊！任何发明不能跟它相比啊！只要我们把文言文学会，障碍就没有了啊！学习的方法那就是背诵啊，过去老师教导我们背5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阅读文言文；背100篇古文呢，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啊，年轻的同学，啊，40岁以下的同学，应该认真去努力啊，要立志。佛法里面讲发心，啊，要成就自己，啊，用1个星期背一篇，1年50个星期，2年100个星期，2年就完成了，你就把文字的障碍突破了，啊，中国文言文这个障碍突破了，2年的时间，啊，然后。这中国古籍这么多，从哪里先入手？哪里入门呢？入门的东西，我想了很多年了，啊，大概总有10几20年了，啊，从哪里入门？啊，我想的很多，啊，非常难得，古人已经替我们做好了，唐太宗替我们做了一本书。啊，群书之要，啊，这部书呢，啊，偏重在政治，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本书找到了，我天天在想，就有人呢，送给我了，啊，我感到很讶异。啊，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它变成可能的。另外就是《四库全书》的钥匙，啊，古人也做了，国学之要，啊，《四库全书》精思自己，啊，他把里面重要的东西汇集起来，编成8册，你看1400册、1500册，现在变成8册。啊，这部书你要是读了之后，你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厚的感情。啊，你会有无比的爱好，法喜充满。啊，然后你可以在寺库里头去选择你需要的。下10年功夫，10年之后，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第一流的权威的汉学家。如果这个世界上能有20个这样的人，我们中国文化的沉船呢，就没有问题了。会不但沉船，而且会发扬光大。啊，能够拯救社会，能够拯救人类，能够拯救地球，啊，所以我劝勉年轻的同学，最好20岁开始，啊，30岁就成就了，啊，你看，孔老夫子射无有志于学，30而立，30成就。释迦牟尼佛19岁出去参学，也是30岁开悟，悟后之后就教化众生了，一生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他老人家79岁圆寂的。
啊，如果我们遵照经典来学习，啊，经典的教训我们都能够做到，啊，经典里面讲的道理变成我们的自己思想见解，这就是入佛之见了，啊，这是无比殊胜的成就，啊，我们应该要汲取啊，啊，从事于教育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肯定人性本善，啊，这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啊，啊，要肯定这个啊，教育的目的是如何将不善引导他回归本善。啊，在大乘里面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一定要肯定，跟肯定人性本善是一个意思。啊，如何能帮助众生在这一生圆满成佛道。啊，这是佛陀教育。啊，如果没有帮助众生成佛，你的教学没有成功，没有圆满，你的认真努力，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佛的这些方法都在经典里面。啊，我们要认真的学习。啊，佛是大学问。啊，我们看到现前科学报告。啊，特别是量子力学。那佛在经上讲，阿赖耶识，这是讲到这个第六意识啊，啊，第六意识的功能非常之大，与它相应的心所51个，圆圆满满，一点都不缺。啊，第六识，对外能够圆到虚空法界。对内呢，能圆到阿赖耶。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科学家，确实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啊，研究宏观宇宙的，他的结论告诉我们：现代的这个科学技术可以观察到宇宙10%。另外90%的宇宙呢不见了。啊，是个谜。啊，他说的这个话我们懂。10%的宇宙是什么地方？是诸佛如来的10宝庄严土。啊，90%的宇宙不见了到哪里去了？我们晓得回归自信的。他回归到常寂光了，啊，常寂光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所以第六意识就圆不到了。啊，这个已经到临界点了，啊，到边缘上了，我们晓得，他不知道，这就是。佛经的科学超越现在的科学啊，那么讲微观的这些量子力学家，他们知道物质是什么啊，物质的本质搞清楚了，搞明白了，物质是从精神变现出来的，精神从哪里来的？他说无中生有啊，他讲了个无，我们知道啊，精神现在从哪里？是唯心所现啊，变化呢是唯识所变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年顶多30年之后，佛教在这个世间不再是宗教了，是什么呢？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但是我们要知道20-30年之后，这世界还会存在吗？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佛门弟子啊，一定要发大菩提心，舍己为人啊，我们要来帮助这个世界化解灾难，用什么方法？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意思太深了，太广了。念佛的人很多，这一句阿弥陀什么意思不知道。啊，我们能够认真透彻了解吗？啊，我跟诸位同学说，你问我了解多少，我老实告诉你，我只能了解万分之一。啊，也就是说，我今天跟大家讲无量寿经。啊，大家认为讲得很详细了，是讲到万分之一，你就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它有无比的威德，它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我们化解所有的灾难。啊，一切这个话是前清乾隆时候。灌顶法师说，啊，慈云灌顶，啊，他在《观无量寿经》直解，啊，这个注解是他注的，他在这里面说了一句话，啊，我们遇到的灾难，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都失去了效果，都拯救不了了。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一句六字洪名，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可以突破困境。这个话不是假的，他要不是真正契入境界，这个话说不出来呀。啊，能说出这句话的是，我们相信他不是普通人了。不是地上菩萨的时候，不可能说出这个话。啊，所以我们要相信，深信不疑，要认真依教奉行。啊，现在时间到了，我就说到此地。啊，祝福大家，明天新年有个新的开始，有个新的气象。啊，除旧迎新，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啊，智慧增长，啊，我们真正诚信古圣先贤祝古圣先贤诸佛菩萨的教诲，我们依戒修定，依定开慧，啊，走这条路稳稳当当，成佛的大道。也是成就自己，成就我们自己家庭，成就事业，啊，成就社会，成就化解所有灾难的一条光明之道，啊，我们认真努力，啊，大家法喜充满，新年快乐，谢谢大家。